那请相邻员工副主委员王思潭、王副主委请就位。现场邀请桃园妙玉坛高空吊桩登台，请神通速，请台加行通速。
是福，福玉皇御前求百福，所求如意，明灯光耀赐平安，大将吉祥。谨记大中华民国台湾桃园市八德区长兴路756号八德消旅御员宫如下各项居住众等一致隶书奉道恭祝天赦日秋季大典，祈求和敬平安，财源广进，拜迎百福，知恩祈福，沐恩主祭官桃园市市长郑文灿，议员工主任委员段树文，即如下众善信人等，同诚心叩干，圣诏具诚意者，切念今新逢壬寅年天赦之日，消旅御员工恭祝秋季大典，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运昌隆，人民欢泰，共发丹诚，诚心捐此，本月27日大吉，站到底宫，当天起立香案，恭祝天赦之日秋季大典，诚心谦卑，香灯茶酒，果品茶垢，生理非遗，龙居凤辇，上奉。昊天金爵，玉皇上帝陛下，三界高僧，列位尊神下启，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瘟疫消除，人民安泰，庙宇光辉，香火鼎盛，庄旅幻彩，进土隆昌，四时无灾，八节有庆，家家吉庆，户户均安，南天百福，女纳千祥，财源广进，金玉满堂，所求如意，大将吉祥等因，又具文书身上，昊天金爵，玉皇上帝，三元三品三官大帝，本属普县当尽福神，法宴会上无量高僧，一切等神福起纳采，其采纳，圣慈动垂招阁锦书。以文天运壬寅年9月27日具文书九叩百拜上升，文书隆隆隆读过，第一故古来写无名，今天两时吉日，恭祝小李玉元宫天下之日秋季大典，预报境内合掌平安，台湾本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玉元宫庙宇光辉，香火鼎盛，宝龙宫上八卦天祥，香火大兴大旺，所求如意，大功吉祥，星星来祭拜，文殊一方，仰望玉皇上帝，六位尊神领受分明哦，分明哦！哎呀，恁的啊，是我啦，天的主，哎呀，天的长啊，是我啦，小解呀，有。好，感谢咱庙宇团主公道长，感谢通所祈福仪式。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献供仪式，请奏圣乐。玉皇宫天下第一，恭上帝秋节大典献祭仪式已开始。乐大乐少的天明，
受阮请就位。欢迎你们，中祥食品公司总经理李建贵先生请就位。中祥食品公司董事长李武仪请就位。闽台江主委委员陈同宝请就位。小李元江副主委员吴金吉请就位。小李元江副主委员王希堂请就位。李志林员小李伟强请就位。小李元江今年天下第一，祭天敬献大殿出门，自在府天地将英雄，这个文批六合，阿平我苏金威，悄悄灵为九霄，无言妙化诸万数，非神功有目测，地藏先生还之极，神界乱红还安魂，妙在地德，八旗光辉令碧汉。金睛嘹亮透清霄，三界是阮灵性地，庶民蒙蔽养神阮，地藏巍峨照万古，神阮河东耀乾坤，龙井河谷赢地界，光天化日感神阮，是阮今年贵秋月吉诞加持，适逢天下吉日，小李元江向上帝祭天敬拜，修坐大殿。天牛小李元江主委员段秋文担任主席，议事人员中祥食品公司创办人李金水，中祥食品公司董事长李武仪，闽台江主委员陈同宝，小李元江副主委员吴金吉，小李元江副主委员王希堂。派全国圣神献达大殿，无手剑臂庆祝之余，庆贺大会顺利圆满。不管尊家是一江上，心力和平，必求平定，顶礼平安，人物含昌，事事无灾，不知有庆。百家兴隆，天神本德，万寿吉祥，蓝天百福，福禄千祥，利龙亨通，万寿得吉，合国庄台，如意平安。圣德福泽随文远，尊神庇佑是福德。万年吉祥看春色，千年吉处不言破。众德不先困得解梦之际，今日香饭之礼，天神上门。小李元江上落下神神，东神拜干。天文岁处迎明年，九月二十七日吉诞上方拜，再拜。三拜，请起，请起，请一票，请坐下。
飘娃娃支持文合吉平安，三七二咧冲起进花。中秋节前，冲天献香花，希望青年夫妇永顺相存，我的红娘万邦来调，好来，再拜三拜，天献香花。再进庙过。进庙阁，福困新温水感，天书民生路里过文昌龙，拜，再拜，三拜，天进庙阁，三进再票。尽栽培，五德福缘，有感疏通，感恩的灵寿年丰，祝你顺利，万事亨通，合家平安，合境康宁，拜，再拜，三拜，天尽栽培，三幸圆满。上殿合掌为礼，请合掌。天亮玉皇上帝，行三鞠躬礼，一个躬，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鞠躬，再愿事事无灾，百事有庆。三鞠躬，祈愿行为亨利，必有合掌合掌，吉祥如意，大感吉祥，合掌平安，内心圆满，退班。掌声鼓励。好，我们现在先请各位向后走啊，向后走。我们请我们段树文、段诸位，我们说几句话，谢谢。那诸位，请到前面。